好，咱来卖互囝，大家等伤久啦吼。我今日特别邀请，咱来就以我们的钢管天后，咱的乌鸟歌舞团碰过班。但是我甲朋友大家报告一个，今仔伊讲你若要要看迄个龟只的吼，可能较无啊多。啊，若要看龟只的吼，我你讲都要7月10号吼，伫咧咱的这个北区的只吼，才有法度看到龟只完整。啊，今仔伊这是安那半暝半相送，好无？卖甲咱看。咱规只按南山的几点舞曲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即卖为着卖耽误闽台宝贵时间，因为吼，我今日插到上晚，慢慢待明仔载要做生理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啊，这个已经接近咱的4点半，啊，所以讲伫遮呢，我甲朋友大家抱歉嘛，甲咱遮好准备，啊，大家抱歉，伫咱的中华普渡会保佑下，大家拢做会当生理兴隆通四海，财源滚滚一直来，正财正一来，偏财五路来，大家呢，天天个大发财，好嘞，感谢，下面邀请到咱的。咱个我讲过，我领讲要当烫五班的吼，后来咱个看到烫钱变大千来块，咱个小薇小姐，后来感谢来老师一个吼，后来谢谢。介绍咱的第二个阶段，咱的爷爷，阿咧咱的小。